这边有那个特惠礼包，先给它按下去，点这个就是在 RT 专用，然后买完之后到这个网页按这个 U B 打开，然后就是这个 ID 56935531，这是我的 ID， 然后立即付款。你成功之后，这边就会有个通行证 S16的礼包 ，OK 吧？它这次的大改版有一个全新的游玩的模式，叫做战力模式。这个模式呢，它是 PVE。你的角色可以在里面练等，跟你的朋友一起组队，一起刷装备。如果你都没有在里面死掉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些装备或是换钱的东西带回来，然后你就可以例如说在黑市就是卖你带回来的战利品，你就可以在里面买更高级的枪或是更厉害的配备。但是如果你在里面死掉的话，你会直接喷装，有没有很刺激？如果你在里面死掉，你就会喷装。你要自己靠自己一步一脚印累积里面黑市的金币来去买自己的装备，你不能够用魔法小卡。而且重点是，你在出去前，你可以先决定你自己要带什么东西出去。非常建议大家进入这个模式的时候，先买个背包三级，然后进去弄好弄满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个战力最高的站前面一点，我这个点垃圾的，我垫底，我垫底。你没有战力的，你先帮我挡子弹。对，你才要。我要去送是不是？没战力的才站前面，好不好？槟榔走前面，槟榔走前面。没问题，我先送。等一下，你说的槟榔是我吗？对啊，我杀了你哦、喔！这是槟榔吧？这是玉米吧？那个可以拿回去卖，那个可以拿回去卖。不管，反正你那么穷。都有人射、欸、怎么开弹了？谁在射啦？我打到九人呐、啊欸，白痴哦、喔！扁了啦！去前面完蛋了！来了！我打掉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有大宝箱，我要开大宝箱。哦 ，yes， 狂捡，我要拿回去。等一下，分！啊，有人！在里面。哎、欸，不去救他吗？我打死了，在房子里的。我打死了！啊，现在只剩下我在打酱油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也在打酱油。太好了，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呢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往那个距离我们700公尺的地方跑啊？好像是哦、返回点二啊，我先走。这个模式里面就是有一些，它有一些这个游戏的 NPC 角色，像我刚刚那个就是游戏里面的 NPC 劫匪，但也会有玩家。你运气好的话，可能就会遇到低等的这个 NPC， 你就可以把他打死，拿一些换金的道具。但如果你运气很差，遇到玩家，你就是有可能会喷装。不可能，遇到玩家我一定超强。这里没有东西，遇强则强型。等一下，路上看到东西捡一下。等一下，不然你们先走好了。我这。对啦，其实这游戏主要目的是要收掠夺物资呢。对啊，要捡。这里，黄标。我看到东西是不可能让那个东西不捡起来的、啊。我看到人嘞。啊！我的枪还没拿出来 ！No！是人吗？好多人！等一下，先撤。还有吗？就都妈的！还有一个。那你们很强悍呢、欸。我主播枪法很炮，我打得很准，好不好？我刚有击杀一个哦，各位应该有看清楚了吧？我有击杀，谁没做事？是不是那个战力最低的没做事？我有击杀一，我击杀一，不要那么针对。欸、他死了，最低战力的一个爆头，可以吧？可以。然后你越后面，哎呦，汽车钥匙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谁把我 CPU 干走了？等一下，不过来，等一下、欸，哎，还我、欸，哎 ，Nope。空空如也，我每次一靠近宝箱就被捡光、欸，哎，宝箱谁都不留给队友。对啊，宝箱被收光完，它会出现空空如也，超级嘲讽。哎，有紫色的香香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紫色的东西怎么被捡走了？哦，那应该没人了吧？抱歉，都在我身上，我现在是大肥羊了。哎、欸，那你要那个哎、欸，好好活着呢、欸。真的、欸，你们看一下吉莎旁边，你价值多少？我的价值已经从10000变成98000。你是大肥羊哎、欸！在那边打我了，等一下啦，我不是友善、喔。我好紧张，我很怕喷掉。没事，你死掉，我会把你全部捡回来，捡回来。对，我可以拉。捡回来不就变成你的了吗？没错。哎、欸，你很聪明哎、欸，东西可以帮你加密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样还会喷掉吗？不会，加密箱不会，加密箱带回去的。太猛了！那我要把值钱的放在加密箱。那这是 boss 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里面有 boss 哎、欸！救！进去、啊！等一下！对啊，要怎么进去？救一下！可是我找不到门呢、欸。不要了，等一下。我是吗？哎、欸，明明等一下，里面有王啊！等一下，救走！哎，哪台？我看到他，谁可以拉一下？
明明蛋挂了、哦。那你们不能这么无情呢、欸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啊，他在射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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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No， 打没打没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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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碎碎碎。哎、欸，这个要roll装哎，九八roll装王啊，那个绿色喷烟的地方应该就是返回脸。这个绿色喷烟雾的是不是？回秒还好不是紫色的烟雾。所以啦。加喽，哎、欸，那叫妹妹蛋就没钱了。中田南回人才两岁。没有哪里啊？人在哪？哪里？看人呢？离墙壁远点，离墙壁远点。多点故意哦。巨人吧。这地方不干净，我不会。哎、欸，这里有王哦，我现在聘的地方有王哦。这么快就要牺牲的人吗？抱歉了，咪咪蛋。又是我吧？没问题。我们这个先报一下现在身上的价值，价值最低的走前面。我一二九。40万，四十万。40万？为什么？你怎么可能？离谱哎！你是不是谎报？我点四万而已，四万而已。我先冲。你给我去前面哦。哎、欸，这边吧，这边有入口，这边有入口。好，我先进去帮你们探，我先帮你们进去探探路。那个王在地下室哦，好刺激！走，干他干他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干！他走了，有人呢！他两枪，我都快走了。走位！那你要拉一下。没事，安全了。哎、欸，谁丢烟呐？我操！等一下，这个烟都是烟，我看不到。烟是他丢的吧？他这么强悍哦。这个烟是他丢的吗？是他丢的。怎么又有人丢烟呐？谁、啊？是他丢的。完蛋了，我倒了。我九万六九。快点。骰子，一套杯。100就是我的，100。哎、欸，我38而已。那你老子，我三个加起来没超过100。都是我的。安吉包是谁的？我的。等一下。好了，每一个是我的，每一个是我的。啊！有人。玩家吧，好猛哦、喔！真的不，我127K 不啊！他在找我，干！所以我刚那么努力就没了。没错，等一下那个结束画面你会发现人财两失，跟我弟一把一样。干！我先捡举明弹，还钱呐、啊！等一下，你们再想一下，。干！你等下一定会被蹲。我祝福你被蹲爆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弄坏、欸。注意了，明弹再也没有人掩护你了。你这个返回途中要读秒五秒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被蹲的。安全呐、啊，哪次不安全？哎，过了，恭喜返回，稳赚不赔。那我们就要散了吗？散团了吗？应该大家没有要再继续痛苦了吧？没有钱了，这样的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我剩六万，我剩六万哎、欸，我战力再掉一倍，干！谢谢大家，好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